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系统自动识别中，白雪公主。也没有您美丽，您是最美的。从此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母后，其他公主的母后都会妒忌和残害他们，怎么会呢？母后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公主。谢谢母后，爱死你了。差不多行了啊。哦，医生，哎，对得起我们吗？你那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叫啊！退场！退场！这是什么战术？自杀尸体？你们傻呀？你们这么傻？现在的球迷比较激动啊，心情难以平复，我可以理解。难道就没有球迷真正的支持我们国足吗？你看，我们还是有真正的中国球迷的。We love China, we love China。我们爱中国队，加油，中国队，中国队，中国队 ，very good。他们是叙利亚队的。来来来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啊！来，叙利亚的朋友们啊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听听这位球迷是怎么说的。哎，输球呢，谁都不想。足球是圆的，足球场上呢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足球你们不懂，我也不懂。输球呢，有历史的原因，有经济的原因，有社会的原因，有文化的原因，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反正是不能怪足协，输球的责任主要是，就是教练，对，就是教练，我们要。换教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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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教练。哎呀，我说了你呀，你说了我呀，你说了我呀，记得吗？我说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好好好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妈呀！啊，你真长进了。啊、这么一首民歌，人家唱的是吧？名曲叫做《O Sole Mio》，我的太阳。你刚才唱了两个，我骚了你呀，我搜了你呀。不是，我说你、啊，我说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，姐姐？我说你说了我呀，我也说了你呀，就是我你搜了我呀。喝酒吧，喝酒吧，哎呀，走吧。暹罗猫听过吗？哎呀妈呀！猫步啊，对呀、啊，小样出来溜溜，出来溜溜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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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就是那种国际超模那种气质啊！大家现在看我，不要看表情，知道吗？你要看，从现在开始要看看腿儿。小宝从内心当中流露出的那种舞台上的那种气质。Music 给他，等你。触电分为几种类型？单向触电、双向触电和……时间到，开始抢答。意外和人为。人为是怎么来的？因为室友晚上打呼噜太响了。好，下面轮到第二位选手选题。我们换一个话题吧，啊，我选生活常识类。生活常识类啊，好了，请问室友出现食物中毒症状，最先采取的措施是什么？自首。你为什么会想到自首呢？
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没必要哈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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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道题过了啊，下面到三号选手选题了，还是我替你选吧，我替你选一个，这个题目非常好啊，文体娱乐类的，好吗？请听题，嗯。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一部喜剧片是《沉默的羔羊》。沉默的羔羊根本不是喜剧片。每个人的品味不一样吧？这根本不是品味的问题。如果按照你的品味的话，那中国电影怎么不进奥斯卡呢？不，我认为最难拿的奖要求百花奖。我想比赛，我也去赛。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比赛刚开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嗯，好了，别走啊。我们直接进入快速问答环节，无需按铃，直接回答问题。请问，等一下。请问，影响人类寿命的主要因素是？室友。深度昏迷者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求救。室友前鼻尖锐的东西划伤了，流了很多血，怎么处理？把它藏到衣柜里。别动！没动，不敢动。你们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？从一刚开始你们就针对我，是不是觉得我孤僻，所以要戒备我？我哪对你有偏见了呀？刚才选题的时候你就没有让我选，告诉我。是不是对我有戒备？我可不能对你有偏见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请问这首歌的原唱者是 ：A. 罗大佑 ，B. 罗小佑 ，C. 罗天佑 ，D. 罗纳尔多。这道题比较有难度，我选择使用锦囊。有换题，有求助亲友。四个答案中去掉三个错误答案，我选择换题。你确定吗？我选择换题。要不要去掉三个错误答案呢？我选择换题。好的，他选择的是去掉三个错误答案，我选择的是换题。下面抢答题的环节啊，请听题。目前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是怎么不响？我按了，是今夜百乐门，是今夜百乐门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今夜百乐门呢？是今夜百乐门。回答正确。最好看的节目当然是今夜百乐门了。七一，我真不理解你居然不抢。我抢了，来不及了。最后这道题是一个十分题啊，冠军就取决这一道题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获得者是，其实这一题我也不确定答案，所以我选择求助现场观众。好的，啊，现场有1000位观众朋友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，帮助惬意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好，观众的结果出来了，没有人愿意，没有人选。那。答案是荣国团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我也不太确定，我选择电话求助。好的，电话求助可以的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姐姐。我没有姐姐。徐海峰。徐海峰，回答正确。恭喜钟明星，今天的冠军就是。耶耶！你怎么了？这呀，过节呀、啊。啊，剁手了。假装手受伤。你知道，我这样把它包起来呢，我老婆就没法让我按密码了。哇，我说你们这帮男人，哎。你怎么了？16张卡，你老婆买什么了都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婆买东西是怎么了？就看着一家店啊啊，就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其他都买走。
很浪费了，金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婆买这绷带啊，那个数量多到我都可以包成木乃伊了。确实啊，每年买回来这些东西根本你说就没有用。哎呦，看上去是省钱，其实16张卡全干爆了。妈呀，他们从哪儿买来的呀？哎呦，从好多皇冠，这个叫什么卖家？皇冠卖家买他那个皇冠卖家，好多卖的都是假货。亲爱的皇冠卖家们啊，好不容易熬到这个份儿上，奉劝你们啊，别为了贪小便宜丢掉了信誉，千万别低头，低头皇冠会掉的。金姐说的好呀，衣服哎，这不废话吗？能不穿衣服谁不穿衣服啊？啊，难道我会把裸照给你拿过来吗？我一般看到的照片都是没有穿衣服的。你看到这什么照片啊？其实我在想啊，他如果不穿衣服一定更可爱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我们刚刚见面，请你放尊重一点点。我问你，你有房子吗？我没有。没有房？哎，不，这不要紧，他过来我立刻帮他买一个房子。哦，这么爽快啊。当然必须让他住得舒服嘛。他要买多大的呢？300平米，好了，够了。3平米，三平怎么住啊？3平很大，住得很舒服了。你有车吗？有，我很喜欢兜风，所以他来了之后啊，我会常常带他出去兜风。我最喜欢看他把头伸到车窗外面，然后被风吹的样子。谁会这么吹呀？这不是癫痫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的宝贝儿是很聪明的，受过很好的教育的，知道吗？他不会做这种弱智的行为的。但是他却有一个小缺点，不善于和人打交道。哦，我问你，你的父母能和他很好的相处吗？这您放心，我父母跟他一定相处得非常好，他们啊会陪他聊天，带他散步，很好，帮他洗澡。这个就不用了。他自己会洗的，他自己会洗，啊，这太厉害了！我以前都从来不会自己洗澡啊，这不很正常的一件事吗？哎，我想问你跟之前都怎么相处的呀？之前都相处的蛮好了，不过后来分开了。为什么分开呢？被我一个哥们带走了。被人带走了？对啊，我哥们一看就啊，好漂亮，好可爱啊，就把他带走了。漂亮可爱那也不能随便带走啊。是啊，确实是挺有感情的，不过那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哥们。再好的哥们也不让随便带走啊，他本人同意吗？同意啊，很开心啊，他其实很喜欢我哥们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复杂。一点都不复杂，我哥们每次一到我家，就直接跑去找他玩。直接找他玩？对啊。哎呦，小伙子，阿姨，我不得不说你心够大的啊。快接词儿！金导演，走！这个东西哪里跑？哎呦！这个病我还头一次见哈。哎呦，它挺严重的呀。其实啊，我就想说，你们现在年轻人生活太不健康了啊。平时都应该亲近大自然，放松放松。像你们小情人对吧，就应该经常出去呀，散散步啊，骑骑马呀，对吧？多好啊，骑马。就是啊，经常到大自然骑马。紫薇，快上马。紫薇啊，距离上次跟你骑马我竟然现在有用，但是没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自己奔驰吧。哎，喜欢你太多太多了。我也是，你有多少我就有多少。不，我只会比你多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比我多，因为我已经满了。那你满出来了，那我就溢出来了。太不要脸了，太不要脸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太不要脸，我告诉你听啊，这个病我是治不了了。哎，木子啊，哎，把我那个朋友都教授的电话给他，找都教授去吧。我找，快找都教授电话。哎呀，都教授。
之心，夺命之剑，对，夺命之心，夺命之心，恨不摸一下是胸腔，恨不摸一下是腹腔，是你的，金锤。我韩语不会呀，我。你干啥呀？到底想咋地啊？夺命之心。你一定要回那个星球吗？夺命金星，齐松一喜，俺对，齐松一喜。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疯了，我要跳楼了！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可以这样的。Rose， 又叫麻一叫吗？切 ，Rose。嘿、hey, ，我说船就要翻了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大家快逃命啊！嘿、hey, ，宝贝儿，不要再拉琴了，快跑吧！哦、oh, ，天哪！我要哭了！司青青 ，Round One， Ready Go！ 青青这个人呐、啊，在节目上也蛮霸道，内心啊肯定有点小变态的。这还叫毒舌呀，变态的人多了去了，再变也变不过金星啊。金星啊天天穿旗袍，但是嘴还是那么毒啊。哎呦，金星这个人呐、在自己的节目里都能说会道的，一到奇葩说里边呢就别慢半拍儿。你笑什么呀？你笑啥呀？你知道他笑什么吗？他反应不过来了呗。这个太毒了啊。我宣布本局打平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现在只能使大招了。来，你们比跳舞吧，我放音乐。哟，这还叫大招啊？小伎俩一个，我就不信你能比得过我。来吧，开始。谁拉谁呀？走。我能跳成那个样子吗？真是的！哎呀，我这下是分不出来了。对了，金姐啊，她是能歌善舞，来比个唱歌。对哈，对哈，来吧，看你有什么本领。对，唱歌嘛 ，music。不夜城，很好吧？我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吧？好啊你，哎，您这是金姐，你是假冒的？怎么可能啊？明明是他输给我呀！我们家金姐那嗓子啊，没你这么好，真的。怎么说？刚啊，在泰山日出的照片发朋友圈了，都给我点赞啊！泰山日出，日出新生命。哎，你们小两口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？爸，我们能有什么困难呢？不过现在这个环境，嗯，是吧？啊、哦，明白。支票本。哎呀，早就应该呀、把它给你了。嗯。什么？哼，拿去。爸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位数，六千多万。嗯。知道你有困难，收着吧。啊，这是我认识的一个老中医的电话号码。